或者他们那个法院，或者是那个当局，或者是警察，或者我们还是坚持认为这个控方现在的这个诈骗罪的指控是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这么一种状况。按照所谓疑罪从无的原则嘛，就是说我们还是坚持为刘辉做无罪辩护。当然刘辉本人也是，包括他的那个第二被告，他的那个助手嘛，也是说坚持认为自己他们的行为是无罪的。我们出了那个报道之后，就是第二个报道，经常通过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哥哥跟我们转达他对他弟弟案件的这个关心，他非常关心他弟弟的案子，他也觉得很内疚，是觉得弟弟受到了姐姐的牵连，才面临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